虾米，羊的瞳孔居然是水平的，水平瞳孔让羊妹妹看起来超爱困，但却能让他们视野变广角，更能瞻前顾后，就不会轻易被吞入虎口啦。至于垂直瞳孔，可是狮子、老虎这些夜行性狩猎者的专利，不只能让立体视觉大升级，还能有绝佳的夜视力，所以下次看到温驯的猫咪，会不会以为它好欺负啊？